中央山脉大纵走正式展开之前，我们安排了卯木、筚路、羊头山一趟高海拔的三峰纵走作为行前特训，而且选择的是早年台湾登山界前辈才会走的路线，途中会经过一条接近百年的古道，这是向前辈山友致敬的路线，希望让队伍里的年轻人无论精神和体力上都能有所启发和提升。行程一开始，完美的天气、平整的道路让大家略有遗憾，生怕年轻人没受到真正的磨练。没想到悠闲惬意的时光很短暂，虽然头顶上一样晴空万里，但脚底下可是风云变色，荆棘蔓藤，刺得每个人遍体鳞伤，断崖崩壁，迷途找路，摸黑夜行，迫降扎营，所有登山可能遭遇的恶劣状况一样都没少。老鸟新手都接受了一次绝无冷场的魔鬼训练，尤其充满教育意义的是，建筑林中摸黑迷路，大伙儿召开部落会议，三次改换迫降地点，才勉强在水路都会跌倒的山坡上各自整地铺床，露宿在满天星斗的建筑草丛之中。这样的特训未免也太过淋漓尽致，就连全程艳阳高照的天气都像是在告诉一路背水的我们，点点滴滴都是琼浆玉液，绝不能浪费。这是中央山脉纵走之前的生存耐力赛，获胜者的奖品是更长更远的挑战。现在离开第一天的扎营地，要出发往官员住宅。对啊，被刺到了。两旁很多藤蔓和刺，那路边有一些咬人猫，所以大家走路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后面的要小心一点了啊！好。哦，前面那段还蛮好的，不过一进古道，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进入到冷气房哦，整个气温就凉下来，很舒服。后面这段走的人比较少，所以路况感觉没那么清爽了。我们再走一段看看，有可能要砍草了。进入合欢月岭古道，气氛马上就不一样。路况先不谈，大家这一路被荆棘藤蔓刺得哇哇叫，即使几天之后回到城市，还不时可以从身上起出植物的刺。如果有侦探影集那种见识唯物稽证的设备，应该可以从我们身上拔出来的小刺写一本中海拔有刺植物的芒刺图谱。哇，前面又有倒木咯。哇，这倒木可能最近没人走，没有砍开啊，这边可能不太好绕哦。看是往上还是往下，看一下好了。哇，后面可能比较不好过。上面有路吗？爬上去就好了。爬上去，用爬的哦。对，直接爬那个。这里。对。转过去，他们想找的背包太大了，应该过不去。那我们就爬上去好了。我比较尖。好，小亚，你那什么刀蛮特别的。哦，这是我们周族传统刀，比较短一点哦。哎，有也有分大小。哦，看起来像月亮啊，上弦月。缺角了，有除草过了哈。有，有砍过草。好，谢谢。小心过，这边可能要跨一下下，过来就比较好了。小心哦。好，跨了。
哇，后面路况都是这样的话，进度一定会更慢了，会比计划的行程会更慢一点。夫人，小心点啊。好，脚镣先给。好，用穿的哈。好，先过来好了。对，坐坐。好，阿君过完生日啊。哎，长大了。又长了一岁了。应该19岁了。我19岁了。阿勋年纪轻轻还要装小，不知道有什么居心。中央山脉大纵走应该没有年龄限制，还是说未满20可以免扛脚架？无论如何，既然上了山，装小撒娇都无济于事，只有拿出体力一步一步往下走，才到得了终点。我们在路上看见国家公园巡视的路条，但这条路看起来应该有蛮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迹了。即使小羊砍过路，接下来的古道也不是康庄大道，沿途倒木不断，让每位背着大背包的向导都得攀高爬低，加倍辛苦。一般说来，向导背负重物，往往一上路就往当天的终点走，最不愿意走走停停，上下背包。但是 MIT 台湾制的向导都是老班底，配合拍摄工作的需要，不但得停停走走，还不时得说说冷笑话，热一热场子。哎，很好累哈。哦，好好累啊，好好累啊。还好我们在树林里面比较遮阳。韩姐，啊，你不是说你有秘密武器要展现吗？可以了吗？累了吗？我要在大家很累的时候才要展现。哎呦，背了两天了，秘密武器哦，我怕再背下去可能不好了。是什么啊？看一下，看一下。对，来，我们来合作一下。哎呦，哇，哦，报纸啊，休息看报纸。哎呦，安弟弟啊，哎呦，哪有力量啊？看到我这里整个，我掉着眼泪。这是蓝教官种的。哎呦，蓝教官种的，这种番茄，啊，这种番茄，牛番茄，牛番茄，牛番茄，对，牛番茄主要是吃那个沙拉那种嘛。对，都有都有都有。哇，种得很漂亮哎。生吃比较好，生吃。生吃比较好。这个都是用有机，尽量不用化学，有机的，慢慢摘。无毒这样子啊。对。好，谢谢蓝教官。好好好，这个。哇，这时候看到这番茄的话，真的是越看越像番茄，仙桃一样啊。越看越像番茄。好，蓝姐，谢谢你啊。蓝教官在那个上中央山脉之前这段时间呢，他把敏豆、番茄、莲雾什么都萝卜都种好了，他去中央山脉，这些老婆就可以采来卖钱过日子。这样，这个好老公。好老公。对，我山坡地还有种一批西瓜，哦，因为山坡地种西瓜它会比较长。这个已经骗过我了。我蓝教官这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在中央山脉先帮我们种些菜，等一下，种些水果啊、萝卜啊什么的。那我们走到这边到顺便收成，对不对？没有关，麻烦你啊，先帮我们种一些高丽菜在那个路上。好好，哦，好，给阿姨看一下，每个人有份了，有一颗鲜红欲滴的牛番茄，很多红素啊。在缺水的路段有这种多汁的番茄，真的是太棒了。看到哈，番茄医生的脸都绿了，对，忍不住要咬它一口了。啊，不过我们咬之前还是谢谢蓝教官了，来，一二三。谢谢蓝教官。哎，刚温38度，不是也发烧吗？好，分给大家吃。很好甜。为什么吃得那么委屈啊？赞。谢谢阮姐帮我们背上来。太好吃了，我背得很欢喜。这果然是秘密武器哦。蓝教官是顾家好男人，最近几年又改变耕作习惯，努力朝有机方向转型，成为对土地友善、爱护消费者的新好农民。所幸现在有网络、有宅配，这样的小农才能在有相同理念的消费者支持下生存。有空还可以陪我们爬山，讲个笑话。说到爬山，登山者常常有私藏秘密武器的风气，往往在疲累到最顶点的时候，请出秘密武器振奋精神，大家不免开始期待接下来有什么好东西出笼，甚至还猜想蓝教官会不会拿出他种在山坡地长条状的西瓜。
现在大家通过的是巨木迎宾门哦，这边森林都是铁山云山，非常漂亮，非常笔直高大。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道很长的石墙哦，并不是一般住宅所我们看到的这道墙，它是路基，也是九万园林古道，它这边是一个比较低洼地，那它是靠着这个石头把它叠砌起来，这样一层一层把它垫高，也拉得非常的平哦。由这个石器的坡坎，古道的路基哦，就可以体验过去在修筑道路的时候用的工法是非常的细致的哦。我们可以看它的石头叠砌的非常的平整，那宽度呢也是非常的宽，很整齐哦。它拉了等高线这样的一个平缓的坡度，这样一直拉过去，由这道路基，我们就可以看到过去筑路的工法。那我们要走起来也是非常的平坦易行。合欢越岭古道是日本人为了征伐太鲁阁族所开辟的军事道路，战事之后又为了治理原住民，每隔4公里就设置住宅所，治理慢慢上轨道。太鲁阁峡谷成为台湾八景之一，这条路又添了观光色彩，路上还有游客宿泊的地方。在那段行人往来频繁的时代，道路有人维护，设施完备，走起来想必十分惬意。只是丧失交通功能已经几十年，古道残破的程度每每超出想象。10年前我们曾经记录合欢越岭古道，当时是逆向探勘，在寻访官员住宅所的时候吃足苦头，如今反方向行走，惨况更胜从前，道路崩塌比10年前更严重。看来这10年来天灾摧残，台湾的山林还在复原当中。走到这里，队伍里的几位老鸟心里暗暗想着，这才叫训练嘛，没走过这种险路，哪知道前辈闯荡山林的气魄呢。尤其是摄影师阿毅，称得上是台湾探险摄影第一人，要做他的助手当然不能是泛泛之辈。眼前这两位年轻人一举一动都在阿毅的高度注视之下，不知道他们在辛苦紧张之余，背脊上会不会有一股凉意。大家甚至在暗地里偷偷打赌，看谁会最先退出中央山脉生死斗。听起来好像有点残酷，其实上山就是有危险，借这个机会考验一下，真的不适合也只能说抱歉，下次再来。谁啊？陈博。陈博。放那个电脑。不要抢镜头，全倒哎！什么鼓？什么鼓来？浪的啊！这浪多大个角色啊？好，先过。一下。咬到了，先把那个抓掉了。那一颗啊，你把它咬下去。下去，这一颗。那个最简单的，吐口水，吐口水比较快，真的。咬人猫是一种荨麻科植物，咬到会有种深层的剧痛。年轻人滋都不滋一声，果然是条好汉。但做电视不能光成好汉，适时的哀嚎叫苦撒娇一下有助节目效果，这点小学妹就占了点便宜。
想到要考验年轻人，大家都有种媳妇熬成婆的严苛，用放大镜在检视三个年轻人的各种表现。主考官阿义一向很酷，谁也看不出他的态度跟偏好，但是接下来这一幕肯定有加分作用，两位助理预备人选扶持帮忙，这正是选秀节目不可或缺的元素。看来中央山脉生死斗越来越有看头了。合欢越岭古道位于台湾中部，是太鲁阁国家公园境内第一条横越中央山脉的道路，西起雾社，沿浊水溪上游越过合欢山，再由大余岭沿利雾溪而下，最后由太鲁阁抵花莲新城。1914年，日本总督佐久间佐马泰为了攻打太鲁阁族，曾在这个路段修筑所谓里番道路。战后为积极开发山区并加强对原住民的统治，于是分区分段修筑道路，拓宽最为险峻的追路古道段，到1921年完成外内太鲁阁道路，1933年又修筑从卡拉堡到碧绿、官员、落英山庄的道路，隔年完成眉峰经鸳峰、昆阳、合欢山庄的道路。1935年2月，这些路段全线打通，可以从花莲经过太鲁阁、天祥、卡拉堡、合欢山直达雾社，并将这个路段称为合欢越岭古道。从马木山啊这样横的过来嘛，再讲会遇到一个岔路口，都过了岔路口就会到官员住宅所的遗址。嗯，对啊，方向现在好像有一点偏差，有没有可能是往这边切下来？这个人性，这个往下走，会走到官员。因为我们现在方向是有点往偏南的，再讲我们是应该是往比较东偏北一点，然后找到一个点哦。往上切，切上中央山脉的主人嘛。那我们现在这个人线，我们也上到一条支人上面，可是感觉它的方位不太对，所以我们有可能走过头了。可能有一条路是要往上切的。我们现在切到这边，有可能切到关云山庄，可能这条人线哈，它这一条人线切过来，在这个附近要再去看一下，应该就在前面。如果过头，应该也不会太远。嗯，因为现在是在往南嘛，我就是往南走。对。所以碧路南应该还在那个方位，所以我们可能要往再往北，然后再往上去。OK， 好，那我们就找一下路啊。对，东西先放着吧，先找一下路。好，大家休息一下。这个到山上就是这样，偶尔会走错路，随时要地图研判，都带地图自备针，即使能够修正啊。10年前，我们寻访官员住宅所，当时我们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一趟我们有意重访，没想到路迹不明，时间耽搁，住宅所似乎不愿现身，我们只好放弃，还是找到正路要紧。太久没人走了。怎么样？这段应该是古道，就我们前面这段路比较明显嘛。对。那过来这边虽然是芒草，可是可以感觉还是古道的宽度。往前呢，这边应该是到了岔路口，就是往前单小段，应该会接到那个官员住宅所。就在前面，那这边比较少人去，所以路不是很明显。哦，有点过头了，是不是？对，因为这边是古道是没有错的，这路非常的宽，非常平整，这个古道没问题。就待会就是要往北了，往上切。哎，那边可以吗？有，有，感谢官说有哎，让大家过来。不错了。OK。
这边。要从那个人线那边上来啊。这边有路哈。对。好，那我们及时修正。准备了。我们现在如果离开古道的话，就要陡上了。我看现在高度大概2600多公尺。对，我们如果今天要上到营地的话，是大概3000公尺，就大概爬了300公尺。路径不明显哦。抓一个方向。对。现在是往北那个方向。对。对。就直接切到那个上面的零线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已经正式脱离河湾月林古道了，古道继续往下走就会到官员住宅所。官员住宅所其实就在中横公路上方哦，在中横公路有一个关于山庄，就是救国团的山庄。那住宅所其实就在它的上方这个地方。那关于这个地名跟日本是蛮有关系的、哦。在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德川家康，他那时候就是率领东军啊，跟另外一个石田家西军啊打仗，后来就在关原这个地方激战啊，德川家康战胜了，这就掌控了日本天下，所以后来有重要的战役就称作这个关原之役。当时佐久间左马才发动太鲁阁战争的时候，他们从河湾山一路往东下来啊，第一站就是到关原，所以他把这个地方就取名叫关原。在想那个，但是以前他们乱走出来的呢。然后，没有真正的路。我看他们上来都是往那边。嗯。他们肯定要好走。嗯。这样。好。哎，没有，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好。那个，哎，他等一下就挂炮了。麦哥那边有路吗？要自己抓方向，自己走路。我现在可以看到。上面天的那个方向呢，透空的地方应该就是人线上面了，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慢慢抓方向上去到那个人线，再往碧路南走。哇，4:40了，奇来东人出现了。看到熟悉的山，似乎可以减轻迷路的恐慌。特别的是，利物溪谷里的云海和我们早上看到的一模一样。诗人说，山是凝固的波浪，在这里，连云海都和山一样被凝固了。我们离开诗意的山景，又和芒草蔓藤缠绵了起来。到了，哇，小严已经到了，哎、到了到了，人先到了，啊，终于到了，哎，哎呀，要喘好几口气啊，哦，也录很多次，对啊，都是刺啊，乱七八糟的，哎、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切到中央山脉的人线了，啊，所以我们再来是要往这个方向嘛，哦，往东北这个方向。我小杨子，现在天已经慢慢黑了，可能到不了营地哦。看看嘛，要再走看看。如果能够到那个营地是最好，因为明天早上取水比较快，比较方便。嗯，试看看啦，就走到哪里算到哪里。要有多方考量，到营地的话是答应比较好，但是就是要摸黑啦。嗯。可是如果说今天摸一点黑的话，明天找水就比较方便。对，因为包含明天、后天的水都要靠这一次找到的水源。嗯，加油加油！很多次，很好次啊。那我们待会就头灯准备了啊、哦。对，头灯准备。灯准备好，准备要摸黑了。等一下应该就好走了吧？加油加油加油！小学妹不知道哪儿来的信心，觉得路况会变好。虽然好不容易看见山友挂的路条，但是只此一条，往后怎么都再见不着。大家打着头灯，在黑夜的森林里寻找渺茫小布条和芒草丛掩盖着的暧昧路径。路条惊鸿一瞥，路基非常不确定，疲累则是千真万确。这样，哎，这边它弹簧床了，你看。真的。哎。哎，这边可以吗？要看情形。可以。哎，可以。如果不要搭帐篷，我们只要搭外帐睡，可不可以？你看这边整理就可以了，那边。只要搭外帐就好了，简单睡。嗯，好，大家讨论一下哈，讨论一下好了，因为大家也休息一下，看大家的状况了。如果说真的累了，我们就
暂时就停下来，还可以走，也许再走一小段。刚刚这里就是因为多了一条布条，所以我们才切过那个下切点。我刚刚就看到这边一段布条，我才切过来的。后面的路况应该是没有人知道是怎样的。蓝教官，哎，你想呢？哎，我是还是听从领导的指示。领导，领导在流鼻水了。OK。好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啦。好，先休息一下好了。先这个，啊，休息一下，稳定一下情绪。好，好，冷静冷静，冷静一下。啊，这个布条是没有明显路迹，有路迹蛮明显的。因为这边路径没有很明显的、啊。兰姐这边也是很明显，可是那是水路过的。对啊，你说那是水路的路。你看到那个这后面就在水了。棱线上建筑茂密，阻挡了迷途的登山者，却挡不住深秋夜晚寒冷的山峰。小杨身先士卒探路，决定继续走，寻找更适合的迫降地点。大家注意到队伍里三位年轻人摸黑之后特别静默，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想些什么。然而静默没有多久，就纷纷响应麦哥的号召，此起彼落地传出吸鼻子的声音。这真是个寒冷的长夜。1934年，为了推动太鲁阁峡谷风景揽胜，合欢联络道路东段完工，从卡拉堡社向西延伸23.4公里，设置碧路、官员、合欢三个住宅所，官员当地还可提供15个人住宿。目前住宅所的地基尚存，仍可见到屋外的樱花树、地上的酒瓶等旧物，但道路路基不明，崩坍处处，不适合一般游客造访。哪边？这边，左手边看一下。哎，好像有路条在下面。有。有。水沟。卸一下重装。两个。啊。这个。要大家分散去看营地。等大家要分开睡了。好。那边怎么样，小天？睡两个。我这里看起来很平，但是其实是都凹凸凸的。那个石头翻一翻。那有人很茫然。好酷哦！好，你再开来滚，多来滚。好酷哦！头有点痛。真的有状况，还是反应一下。小天，可以喝吗？有没有睡觉的地方吗？在棱线的另外一侧哈，也陆陆续续有一些小小比较平的小平台啊，大家都是可以挤一个两个这样子。那因为现在时间已经8点了啊，有点晚，而且大家走一天的路了，体力消耗也蛮大的。那前面的路又不明，所以继续走的话，不想大家体力可能会透支。那我们有2顶外帐，然后还有一些地布，分开睡。我们这次是有准备，最重要的是我们有30公升的水。那有水的话就没有问题。那大家粮食啊也都够。今天大家就是好好的睡一睡，把这个体力补足了，明天再好好的走，这样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小杨，那我们就答应了。好，答应了。好，那我们待会呢？就是找一个地方吹拭，那睡觉的话可能就是2个2个，或者说一个，因为我们在森林底层，现在露水比较轻一点，那有外帐嘛，还有地布就遮一下，那就训练一下哦，找地方自己扎营，自己露宿哦。在爬山总是会遇到这种状况啊，未知的状况，所以当做一个训练。顺便也跟你们训练野外求生。好，带蓝教官上一下野外求生的训练。
向导大餐还在锅里，三位新同学神情呆滞，无所事事。看来一整天的走下来，真的让他们受了不少折磨。现在只能把脑袋放空，呈现魂不附体的状态。大概只有向导大餐上桌，才能让他们重新活过来。向导则是努力讲笑话，搞热场子。蓝教官把今晚我们迫降露宿的营地分为上部落、下部落，共五个林，每个林还推派林长。荒山里突然冒出个部落，让大家都觉得温暖许多。阮林长，这是我的窝。你的新居落成了吗？对。哇，不错哦，水电铺下去了。小米，你睡这边，上面这给你。你的新居呢？新房子呢？我找一下哦。在哪里？这里，再给你。这里。哇。那是我的新房子。哇，你有室友啊？我有室友啊，我室友是林长哎，很厉害哎。我的室友，今天是阮林长。你的充气睡垫你要小心，会刺破。对，有一些建筑会刺破哦，小心哦。嗯。除了裤之外，还有特别体会吗？我今天穿好多衣服睡哦，我从来没穿过这么多件呢。哦。坡度会不会太陡？我怕我睡着起来跟阮林长同位置呢。你的脚会踢到他的头。对啊。你要不要把背包放在这边，你就不会滑下来了？我怕我跟你同居呢。哇，你的装备很齐全哦。这是我的枕头，我一直闻到山下便便的臭味。我要做那个蓝沙坝，你看。好，你不要溃堤，留到我这边来。好。你有做隔间哦？对啊。那么好。我们有装潢。我们钱都被林长污走，我们都自己做哎。不是这个林长哦，是上部落那个蓝林长。对啊。把我们钱都污走了，没水没电。好，应该不会溃堤，有点担心。就是这里了。晚安呢、啊？晚安。第四林的躺平了、啊。哦。哎，蓝林长。对。你刚不是要去拉电线吗？哦，那个香草还没有，那电线杆还没有被堵下来。电线杆还没有立好啊？对对，还没有立好。那个今天挖土机出状况，真是哎，这个都耽误到了。如果电线拉好的话，水管顺便拉一下。哦，对对，水管还有水塔都会弄好。蓝林长哦，没有把电线拉过来，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电视可以看，要早一点休息睡觉。嗯。哦，那就难得早点睡啊。嗯。晚安。晚安。今晚预定的营地原先是要在碧路南峰安布的草坡上，想来离这里应该还很远吧。虽然仓促扎营，环境狭窄，但意外的是一晚上都闻到铁山宜人的香气。只是三位年轻人一打横就呼呼大睡，应该是闻不到任何气息。倒是阮姐有点辗转反侧，睡不安稳。原来他选的宿位得天独厚，一晚上山腔的便便味扑鼻，难以成眠。太鲁阁战役是日据时期第五任总督佐久间佐马泰发起的侵略战役。佐久间有里番总督之称，向来以强硬的态度处理原住民事务。为了有效控制太鲁阁族人，他动员20,000多名军警挑夫，亲自上前线指挥部队，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在3个月内对太鲁阁族人造成极大的伤害，堪称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睡，啊，咋？可能睡在森林里面，
其实还蛮舒服的，虽然只有一点点位置啊，可是还蛮符合人体工学的，睡起来还蛮舒服，而且主要是空气很好。在森林里面，昨天雾气不会很重，所以今天睡袋啊装备都还蛮干燥的，大家应该都睡得不错。林长，起床了，林长。飞林早，早。我们第五林有三位，阮姐。好像还不会太湿哈。嗯。干干的。昨天睡得怎么样？还不错，中间有一度很冷，后来又好了。小米，早。起来了。不错的体验哦，我想这趟行程的训练哦，对未来长程纵走应该是很好的一个训练，因为在长程纵走中哦，常会遇到就是缺水、找路、摸黑啊，甚至要紧急扎营。我想在这一趟毛碧阳这个纵走，大家都经历到了，除了说上上下下的爬山之外，沿途都是缺水，大家都要背水，那重量都会重很多。昨天在夜里啊摸黑迷路中，还要再找回来正路，这未来纵走中都会遇到的，这是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对未来是非常有帮助的。天亮了，队伍里老鸟陆续起床，小杨一早就起来埋锅造饭，摄影师阿义也拍了不少大家的睡态，但是几位年轻人真的累坏了，小杨早餐的香味也没办法唤醒他们。2000多公尺没有遮蔽的山头，沐天席地过了一夜，别说三位年轻人第一次经验，大多数登山者也没这么狼狈过。照平溪高文路老师的说法，我们又成了第一批在这片不知名山林过夜的人类了。下部落的第五林来报道了，对吧？哦，哎，林长，我们要来这个开的部落会议啊。对。准备吃早餐了。哎。哎。第四林的。哎呦呦。来，林长，早啊。早早，我们上部落下来了。哎。昨天睡得好不好？嗯，好。昨天上部落的情况还好吗？都还好。哎。都已经整理好了，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迁村了。这么快就要迁村了、啊、才睡一个晚上就要迁村了、啊、对、啊、哇，但还蛮可惜的、啊、对睡得蛮好的。好了，门牌要摘下来了，现在我们要开部落会议，然后大家要用餐了。好，跟村长报道啊。哎，杨村长，我们选他当村长啊。这边昨天风大不大？不大不大。因为你这边地势比较高啊。嗯，还好，这边有一些建筑，有一些树在挡着挡风。哦，不过你这边蛮好的，一早就看到日出了。对对对，你先晒到太阳。我们下部落现在还没有太阳，没有阳光。下部落没电。嗯，没有电了，陈教官。对，还没有拉好电就要迁村了。对对对，不过不得已。感觉精神都蛮好，表示有休息到了。虽然是露宿，可是都有休息到。好了，那我们就吃早餐。再补充今天的体力，今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你不问一下那个？今天还要再找新的部落。摄影组那个部落怎么样？对啊，阿姨你睡得怎么样？很好啊，不错。嗯，哦，不错，好。对 ，OK。好了，来，开动。蒸馒头、青州小菜，这些看起来平常的菜色。用的却是我们从大余岭一路背上来最珍贵也最缺乏的水，难怪大伙儿吃起青粥来都特别高兴，每一口得吃得谨慎虔诚。今天的路况不知如何，再找不到正途，连水都成问题。卡拉堡是早年合欢月岭古道上泰鲁格族的大聚落，日据时期设有住在所，另有供游客食宿的宿泊所一座，被称为 Club， 卡拉堡因此得名。卡拉堡位于中横公路碧绿神木下方约500公尺的台地上，有卡拉堡步道可达。目前只剩少数农家在这里种植高冷蔬菜。
我们昨天切上来是2875这边嘛，嗯，然后摸黑啊，目前这样一直爬过来，翻越这山头过来，那现在2800多，大约是在这个位置。那我们今天的行程的话，就是继续往东这边走到南峰草原这个地方，哦，那就开始比较陡上哦，到碧鹿山的南峰哦，3041，嗯，然后再一路往上爬。到岔路口，我，哦，这边有到3300，然后到碧鹿山去。那今天还要再走，再就是巨石岭峰嘛。对，预定是到这个营地嘛。嘿，巨山东峰这个营地。嘿，今天走得到吗？看情形。看情形哈。对对，因为这个巨山这边好像有一个比较宽的地方，看能不能，嗯，如果说走不到，他就在。也差没多远，就巨山这附近就对。嗯嗯，不过今天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取水嘛。对对对。那小杨，你预计要去哪里取水？就是这个比较细哈。对对对。也就是南峰这边的安部，嗯，然后这边有一个溪沟，这样切下去，从这边下去。哦，就草原对，前面这边有一个溪沟上来嘛。对对对。我所以大约在这个地方下去找。对，主要是。今天晚上嘛，早餐，明天早上，对，还有明天行动水，对，还要预备一些水，对，所以也是要取，至少我看也是不少，很辛苦啊，是要40以上，40公升以上。那今天我们的路程的话，大概从这边哦，就一路再往东行到南峰草原那个地方，嗯，然后再就是慢慢的往上爬，对，到碧鹿南峰，大约3041公尺，然后再往上一直爬到巨山那个岔路口啊。巨石岭峰那个地方就3300了，那到碧鹿就3371，所以今天上升也要爬大概500多公尺。哎，对。那今天比较不好走是那个巨石岭峰那个部分嘛？我觉得那里应该不会难走，不会，主要是这一段因为太久没有人在走。好，啊，对，你觉得这段反而不好？对对对，哎，对啊，尤其昨天在上切那个地方，哎，都在钻那个芒草啊藤刺，每个人手都花掉了。那个助理说被针灸，这边路基真的是不明显，难怪小杨刚刚说他觉得巨齿林峰那边不是最难的，比较难的反而是这一段，因为这段路不明显，就是一路走然后还要再找路，像昨天摸黑的话很容易就迷路了。那白天是视野比较好嘛，可以看到一些相对的位置啊，慢慢找应该是可以，像现在感觉又走岔了，大家又四散去找路了，好，加油，往上切着，对，好，都在上面 OK， 好，看，哎呀，摄影跟一般爬山不一样，还有一些装备、脚架、摄影机，爬起来跟一般爬山还是差很多。拿脚架那些真的不好走，脚架。先上。小心。脚架地下比较好用，小心哦，地下地下，就是，几年前我们爬过碧鹿山，那个时候从合欢隧道旁进入林道，抵达登山口，脚程够快，还可以一日来回碧鹿山。这次我们走的路线是台湾光复后几位登山界前辈开辟出来的，多年来少人涉足，对几位刚开始接触台湾山岳的年轻人似乎有点严苛，他们已经显露疲态，幸好还会互相帮忙彼此鼓励，只是后面的路程还长，
之后还有更漫长的中央山脉大纵走，希望他们都能挺下去，支持到最后。